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，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意大利品牌 Fantasy Anico 一款中东亚联游限量版，全球限量250只。这款全新的限量版是专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设计，是用来赞扬中东的魅力和魔力。标盘的灵感是来自阿拉伯艺术的几何形状，再以全手工制作的复杂珍珠贝母马赛克而引人注目。而为了创造这种构图，必须很仔细地选择最合适的珍珠贝母，再将这些珍珠贝母切割成各种的碎片，最后就将这些碎片组成标盘上面的马赛克图案，所以每个标盘的图案都是独一无二。这款手表直径是 39mm， 厚度就只有 13.3mm， 再配上这个防反光的蓝宝石水晶表面。标圈就采用了单向旋转的玻璃标圈，采用日本精工的 NH34 有 GMT 的两地时间机芯，可以自动上链或者手上链。表带就采用品牌这款最受欢迎的三格带，中间的行是做了抛光打磨，再配上这个按压式的蝴蝶扣，而底盖都刻有中东的特色，包括了有两只骆驼和阿联酋境内世界第一高楼哈里法塔。这款表都有200米的防水，是做了螺丝锁把的。另外每只表都会刻有一个独立的编号，全球限量250只。这款官网定价就5980元，我们做一个优惠价4000美就买到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来我们门市试一下。今集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集见。